大家好，今天呢，等一下，这个打开方式好像有一点点不太对，这样才对嘛。那今天呢是要出门去参加一个本地的活动，是跟当地一个媒体合作的3月8号的一个特别的企划，要去参加一系列的拍摄采访还有晚宴。那现在时间已经有点赶了，我就先出发，我们在路上再边走边说。啊，刚刚一路狂赶，现在已经赶到了酒店大堂这边，我在等他们的人先过来接我，然后我就带你们上去看看今天的活动到底是什么样的吧。现在已经到这里了，但是我来的比较早，然后他们现在还在拍摄另外一个博主，然后这边就是魏妈。你是最后一个播出来拍的，因为给你的时间是最短的，因为我最会拍的，好吧？要是待会要是剪掉，不是，我是如果待会拍的特别久的话，我就把这句剪掉，特别打脸。对。Yeah, you try first. But I think you look really good. Yeah. Okay. 刚刚拍完第一组照，然后现在准备去楼梯见面拍第二个。真的很好看，恨你，What？ 很美，恨你，恨你啊，很美。哦，我也恨你呢。This is our makeup artist, Kay. This is my favorite designer.中途出来透口气，待会还有一个小的采访就可以结束了。我们后面就是出不来了，后面就是那个 Marriott Residence 金沙的酒店。我觉得这里的 view 还蛮好看的。然后我刚刚看到这边还有很多他们家的上一季的衣服，我觉得超好看。为什么没有穿到这些衣服？刚刚看到认识了一个新的博主，他们说。长得跟我有点像，之前有刷到你的微博，但是没有，是吗？对，没有关注，但刷到他。然后你一跟我说那个名字跳出来，原来就是你。是哦，好巧啊！结束了，我们现在来这边吃晚餐。然后刚刚大门牙也已经到了，过来接我。然后他就
要开始他的摄影师的职能。我们现在就在这里安静的等着晚餐时间。Oh, sorry, sorry, sorry. Hey, boss. I love you, you're so beautiful, and you make my clothes look so good. I think the best feeling as a designer is that when you see your clothes on someone and they look really good.今天刚刚拍完我们的视频，是一个口红的试色，猜一下是哪个？我在微博里面有给你们剧透过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下面就是我刚拍完视频的样子，哈哈，我们家每一次拍完视频就是这么惨烈，就是乱七八糟的，到处都是拍摄的器材。我现在呢要跟大美雅下去吃个饭，看我今天的头发，我觉得我已经不需要再去找 Tony 老师了，我可以自己搞定了。我已经学会了自己卷头发，我觉得应该是我换了一个卷发棒的原因吧。我新买的这个卷发棒还挺好用的，而且才100多块钱人民币，超级推荐给大家，不是广告哦，就是这个，一个粉色的，叫做 Lina， 好像叫 Lina 吧。没错吧，我把这个东西到时候打在下面给你们看就好了。我觉得它就是颜值也蛮高，这样粉粉嫩嫩的，然后呢卷出来头发也是比较自然型的。你看今天卷出来头发就是很蓬松很自然，以前卷不好呢，上次翻车应该是我的那个卷发棒真的不太好用吧，自己手残还要去怪卷发棒。然后我后来就喷了一点点这个狮王的这个定型，这个定型呢今天是大美牙给我喷的，它喷的不太好，你看就喷在这里，这一圈全部被它就是它直接滋在这个头上，这里这一圈已经全部固定住，然后这里没有怎么固定住，所以门牙托尼的失误是他的问题，不是我的问题。OK， 我们现在就去吃饭，今天吃白鸡。今天新加坡刚刚下完，就感觉地板啊整个气氛都是湿漉漉的。然后我新买的眼镜好不好看，特地为了这次疫情采购的，所有人看都是说哇你真的好，等一下黑了。我每一次戴这个眼镜出去见到我朋友啊，然后他们都是在说真的保护得很好，就是还要戴护目镜出门。这不是护目镜啊，这就是一个好看的眼镜。还剩一只，老板要半只白鸡。吃的半只白鸡啊。对，加两个鸡肝加一个鸡胗。哇塞，这里白鸡的价格也太良心了吧。鸡饭，对，因为就没有什么油炸啦，或者是什么炒或者东西，就是白蒸出来的鸡吧，感觉是。而且每一次感觉去食阁里面卖的最快的就是白鸡，如果你去晚了，一般一个食阁就一家白鸡档嘛，去晚了就没有了。我们今天来的特别早，也只剩半只。刚刚买完东西，现在已经回到家了，已经把家里面布置好了，现在就准备开始拍摄，给你们看一下我们家现在的样子。这边就是我们的灯，然后这边就是我们刚刚架起来的背景布，我一般就是在这边拍东西的。废话不多说，现在已经10点多钟了，我要是不赶快的话，我今天又要搞到12点了。开工。你在干嘛？这是我们的小机器，现在就准备正式开工，啊、来吧！好丑啊，可以再重新拍我一次吗？没有，你再拍也是这么丑，就这样吧。Okay, ready。修复。过来一点点，正中一点，就镜头在这儿。OK。3、2、1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uki， 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5套我的春季穿搭。它们呢都是以香芋紫色作为灵感的，因为今年最流行的颜色呢，香芋紫已经占了其中之一。12:00 PM， 结束了，已经快要12点了。
然后我现在终于结束了刚刚视频的拍摄，所以啊，你们看到那种三五分钟的视频，我一般真的要拍到两三个小时。今天还算比较快的，因为只是这种穿搭的，所以只拍了两个小时就拍完了。然后你看我们家那个摄影师在角落里面已经蹲成了一个麻瓜，我觉得他太舒服了。我一直在这里站在这里走来走去动来动去，他老人家就躺在沙发上面一动不动。毛线，你刚才不是有给你拍照，不是还有其他第二机位，我不也能动吗？哼，你只是坐在沙发上面动而已。我只是休息一下，准备下一趴。对，我们还有下一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明天想要放松休息一下，所以今天晚上呢就得加班。我现在打算去吃个水果。吃木瓜，还有菠萝，还有哈密瓜。那就去吃，带你们看一下我今天晚上的补给啊！我们家真的每一次一拍完照就跟战场一样。啊，是明天要吃的鱼吗？吃个这个吧。我想吃木瓜。吃木瓜。我想吃哈密瓜，再来个桃。不用了，就两个就已经够吃了。吃完满血复活，我要去换一下首饰，然后我们就